其实呢，我们还能在 YouTube 看到那个 VR 影片，我示范给大家看看吧。来这里搜索 search VR 就可以了，打 VR 就可以了，就会看到第一个这个，然后选一个试试看这个游戏。这个来说先开最高最轻，我们来开最高的 1080p 吧。Welcome to YouTube channel 3DVR360 Starting virtual reality stereo. 放下去看一看。开上了。因为我这里的网速很慢，很刺激哦，画面，很真实哦，画面，被炸了，被炸了，我看不到那个男的。因为是有趣的影片，我头摆动它不能看。哇！很多子弹对着我射，很危险。好啊，好看，很刺激啊！魔镜第三代，我们来 search 一下这个 VR Conjuring 2，看会不会很恐怖？哦，好像很刺激的感觉。Quality 记得放 1080p， 来说上最高就最好。这个看你的手机是多少的收声。你这个能摆动哦，那么这个你就要开这个。按这个啊，还能放下去看，试一试。看会看到什么 ？Hi, I'm James Wan. Welcome to the Conjuring 2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. I hope you enjoy. 有那个导演呢、啊？哇！这个看到毛都起了。闭开眼睛。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有人敲门。抽屉开了。恐怖！千万不要在深夜看那个。如果你们戴上耳机，你们会更怕。没看到，有点害怕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再看一下，恐怖了。